然後雪櫃換了，電視機有很多雪花看不到，櫃桶要補回好去，冷氣機要校回去，不是出煙的，需要時間嗎？他62年搞到整間屋企殘曬啊！過年入去4個月啫嘛，過年而家慢慢執嘛，先執重要嘅先。啊，你哋班友就聽漫畫班會狗講，哎呀，我哋後悔啊！佢哋改革咁慢嘅，改革鄧小平啊！鄧小平、毛澤東死緊咗個學，76年改革到92年啊！依家中國仲講改革開放40年啊！過年4個月，哇！佢條周身唔聚財。你是不是中光頭硬啲？嚇！你依家就開始後悔啊！如果邊個後悔嘅，聽日唔好投佢，聽日唔好投黃世錢。如果邊個後悔509換政府嘅，即係你咩啊？即係你好懷念那句，你好曬印度嘛？咁你聽日就投俾個陳之仲，冇咁勉強啊！好緊辛苦硬啲，哎呀！你啲中光頭嘅講唔明啊，如果你真係醒嘅。肯定我哋4個月120日，我哋嘅改革方向系啱嘅。唔该，听日朝头早起身，刷咗牙，饮咗个 B， 我嗌师去怼翻扑街，俾佢扑街4多次，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我虽然讲话粗啫，不过有读书啊。我博士唔系嗰啲假噶嘛，我工会达都买翻嚟噶，屌我考翻嚟噶，唔系买翻嚟噶。所以我同大家讲。制衡监督与制衡重要吗？重要。他们现在陈志忠说什么？我要做建设性反对党。那你建设性反对党，你连基本口才辩论都没有。星洲日报请思琪和陈志忠上他们的白鸽电视辩论1小时嘛，你连上星洲日报都没有春啊，你讲得很制衡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连上《星洲日报》啊，对条女你都唔起有冇搞？你仲有州议会对40几个要打嘅叶问一个打10个，你点解一条女都唔敢面对啊？你唔系讲我睇死你噶，大佬啱唔啱啊？我讲话如果有道理就唔该拍手啦。我有阴阳眼啊 ，Superman 呢度坐满晒，冚棒都拍手啊！真系我冇讲错噶，佢班友讲正督而之狠，佢60年里边做尽衰嘢，支持毛统，支持纳珠，呢排仲支持埋回教党。佢依家话咩？痛定思痛，揸住春袋，重新出发。哇！我唔系讲英文啦，讲中文啦，重新出发个发字系中文嚟噶。你信嗰班友痛定思痛重新出发？你咪中光头啊，慢啲。佢班友几十年就强奸犯，佢同毛统嗰班友就真系色情狂，差司机拍咸底强奸犯，差司机又想出嚟咯。重新出发，差司机哇！你们有几智慧，差司机吗？睇到冇？痛定思痛重新出发。硬啲，如果你是一间女校女校的校长，依家嘅起宿舍要俾嗰啲女仔学生寄宿，你会唔会请个强奸犯出嚟做射箭啊？会唔会啊？硬啲，你开金铺嘅，开金铺系咪要几个炸家攞枪嘅？硬啲，你会唔会揾打抢佬错咗金出嚟，要俾支枪去帮你抢金铺啊？硬啲，你系咪傻紧咗啊？妈话工会60几年就强奸犯，60几年就打抢佬，依家佢输咗4个月，佢话我后悔哦，痛定思痛，重新出发，同你攞条枪嚟帮你做炸家。恩啲，你除非中光头啊，咁啊冇得计啊。你精神如果冇问题嘅人，你都唔会将个枪交俾个打抢佬同你屋企做炸家，啱唔啱啊？60几年喺屋企入边偷呃拐骗，难得。09我哋拔咗班扑街出咗去，而家麻下爹就攞抽大锁匙，硬啲唔使惊，老马喺大厅，系咪啊？帮佢执干净间屋，忽然间讲廿家我哋请威加省嘅马仔请回教党同你掌间屋，我哋入边帮佢装修紧油紧漆，
然后葵桶帮佢装修好，冚唪唥自己换个新嘅，你再加搵嗰班旧友嚟做，你唔系傻紧咗系嘛？所以话好简单，我今晚系博士，我就抛书包讲一个学术名词。马华工会呢班友，毛统呢班友唔系反。